真的真的没有钱再见。我哥，你们想谁有个票我买到了。在本地啊，4000块啊，要请一个洗碗很难啊，都请不到的。4000块，我可以请两个马来西亚人，他们的态度真的很好。一年 minimum 24 days leave， 不抽 weekend， 也不抽 OT。Salary 我想至少5K， 4800 OK 啦。那你看啊，我不是没有还钱呢、欸啊，我只是卡号码写错哎，他们 system accept 了，然后又给我3万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可以每次当我们是 ATM 这样，你看滴滴滴滴好，然后我们的钱就吐出来。对对对对，以前很多人做 Grab， 现在很多人开 Grab， 我现在随便丢一个四周达到的那个人啊，那个人就是开 Grab。耶稣要给你财富，他会用他的方式来给你，肯定不是通过赌博。有一些不要脸的人，以为说花几毛钱买几支香，去跟神讲，求你啊，给我中多多1300万啊，没那可能。有钞票就有超能力，有超能力。你就是超人哦！你看，现在他们当我是神来拜啊！政府、警察、传媒都管不到我，这个就是 social media 的 power。看手机，你不要跟我扮鬼脸！我干他晒啊！你妈是干他晒！帅哥，大家呢，来临的一年肯定不会钱不够用，而是钱不够用。